以及我们对面的副议长，还有我们的首席哦，这个人救我们的，他名气啊，这几杠杆穿新的外衣，他真的爬得很快。以及在座的各位所有资深师友，你们各位的在分会里面的顶尖领导者，谢谢你们。那很感谢。首先，我们清楚，国际狮子大学，我们今天狮子会这么多年来几十年，我们一直要求在国际上有地位。但是各位看到了，我们的企业界来讲，我们是全世界，我们全世界公益做最多的。可是很不好意思，每一次在总监选举的时候，议长选举，我们看到。原本是一个企业家，可是在社会没看到的，其实教育深度落差很大。那这么落差很大的话，你说我们要接轨到国际，怎么接轨？当然，今天这领导者很重要。我也是被永山的主校长真的很敬佩，他是好几届的总会长的管理者，一个能够在国际总会长，真的身边这么多年当管理者，我们相信他不是只有私有的身份。只有这个时候，我相信走不进国际级的，但是他的教育，他走入风度。我看到他站在旁边，话练习说可以比上非常久，所以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小组。所以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最荣幸是在荣幸哪里？我们是第一次，那第一次的话能够整合到所有的前理长、前总监，我们需要说我们在认真那种精神，我们一定要把全台湾的教育师友。是有钱接近到没问题，可是教育，因为教育的缺失，所以我们的流失也非常的大，甚至我们走出去连走路我们都输掉了。以前我们曾经提过一个议长，五个议长，所以在这方面，他当时提到这个构想，我说真的，别人讲什么，我觉得不是重要的，但是只要有三总会长的期望，我们真的，我们一定要捍卫，我们一定要真的走出来，而不是用嘴巴的。我们真的这个。但是一个校长很重要，这个校长我觉得他是连灵魂都是在教育，连身体也不是他的，那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有办法把所有的精神来用上接轨，都是因为英文底子过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我看那个崔崇岳主会长来刚刚在观念，我女儿在观念，他说他好一些，我说我一句问他在台下观念半个钟头，他在笑到不行，就都还不停。崔崇岳总会长问我女儿，英文为什么讲那么好？他说我在美国，你在美国哪里？波士顿，波士顿哪里？好医学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到，我们的总会长能够在英文底子这么强，其实我今天敬佩是这样的一个校长来带领。然后同时我们今天接轨到国际上，如果不接轨，我接着说，台湾还是一个附近，还是将来的能够不知道，但是这中间能够在第一时间我们把它接上了，而且我们国情还可以担任三人突破要很大。那无为呢，要争狮子会是一个公益很重要的问题，不要为狮子会，一定要无为的去做狮子会的事。那只要无为，我相信你们的福德将来都是一个功德箱，你们的福报在身体方面都是一个延续生命的总动力。所以也很谢谢，其实讲话是大家很妙，我是要跟大家学习。我因为可以接我们的总会长说要我接行政校长，校长跟我们的那个都不太敢讲，说哇，这个责任太重大了，第一他要深度过教养过，还要懂得很多，所以我才最近才敢部门内容拍摄到我被聘为行政校长。所以今天来看我会很高兴，因为我们的阶级今天在做这些都是没问题，但是教育在外面来讲，从今年开始我觉得很荣幸，而且我们在国际第一次父母级大家都认识了，而且我们虽然第三期刚成立，我们第三期刚成立不到半年，我们在第五线上期在东南亚我们收集第二名，我们的成绩已经输给会议别人，连大陆都是在我们后面，所以我今年很荣幸，两届标准拨款都600多万，我已经做了2000多万了，等一下返回去，因为我是为了校长才把我今天的那个需要600多万的标准拨款改到校，可是我真的是不敢，第一次我不敢请假，而且第一次是最早到的，因为他让我尊重，我也希望说我们一定要新年在一起，钱大家没问题，钱还是要出一点点。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很荣幸今天能够。
对，是的，也谢谢你们都知道我，谢谢，谢谢。